告主席，我只有请诸位，请蔡诸位啊。李委员您好，诸位，你辛苦，不敢当。你这个会期啊，是不是一直到结束都会跟我们长相左右啊？这个只要有必要的时候，我一定就在职务上，我一定是会全力。有必要的时候，诸位啊，副院长能不能兼经建会主委？过去有潜力没有？过去有没有副院长兼经建会主委？报告李委员，这现在我您问我这个话是背后哈只是很单纯的就是说。以往有没有兼经建会的职委？以我的了解，我在经建会当副主委的时代啊，我们的职任委员呢、是由当时是徐立德副院长来兼。来兼经建会主委。曾经有过。是好。这个现在国家的整个的经济的规划，还有面临一些就业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你的责任重大哈。这个失业的问题啊，我相信主委一定是非常重视了啊。马总统说今年是什么年呢？促进就业年。吴院长怎么讲呢？12月如果失业率仍超过 5%， 他就一定下台负责。主委，12月低于 5%， 你有信心没有？在长官已经多，尤其总统跟院长都对整个社会做这么样的这个严肃的承诺。那当幕僚的只有这个使命必达，没有什么第二句话。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就这个整个经济国内外经济情势的这个分析来研判呢、是大家要努力。我想是只要大家尽最大的这个努力，不是只有政府部门，当然也有民间的部门，还有尤其我们这个在另外我们这个是一个外贸导向的国家，国际的情势哈、也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了。那么当然这个就以目前是只能够说尽最大的努力来。你尽最大的努力。把 5% 的失业率打到 5% 之下，包不包括短期就业的数字也在里面？通常我们都应该包括了哈，因为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当然最基本的就是促进民间哈来投资，增产业结构的转型，增加就业机会，这是最基本的治本的方法。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的社会面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要是失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这个做短期就业促进。诸位，如果是所谓打到失业率把它降到 5% 以下，是包括短期就业的话，社会上有一种批评，不论来自社会来自所谓的一般的所谓短期就业的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美化这个失业率，美化失业率，并且呢，他们批评这个东西，请主委回应，说是这是一个短视的做法，也就是尤其是所谓22K 了哈，就是大专生企业实习方案，都当作实习生来用，薪水又低，他们拿了22,000也没有消费能力。也无助于消费的市场，他们也觉得没有人格的尊严，所以新鲜人说啊，我们不仅薪资被拉低啊，像打杂的，我们到外面去兼一个工作，兼的那个薪水都比拿到22,000还要高，所以所谓的继续办 22K 啊，有这么大的一个批评，诸位是不是做一个回应，好不好？这样是，谢谢。这个从去年这个在
有关短期就业方案里边有关教育部提出的这个他们批评 20K 哈，现在 22K， 不过我是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看哈。第一个，要是政府没有这样做的话，这边这些工作机会是不是他在正常的职场是不是能够不能这个达这个能够谋得这种职位，那么这个恐怕要考虑，要没有办法谋得这个职位的话，就表示这个他是一个这个失业。那这个话我就从另一方层面来看，就是政府要是正常的职场的劳动力市场不必要做不必要的干预，那么但是只要是在这个需求面不足的时候，是那个我们就要在政策上考量第二点，是你要让他失业让他流浪街头而产生的其他的问题呢，是还是就是这个给他谋得一职的职业。是第三个就很要紧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结构或者是短期的这个所谓经济循环型或者其他的问题造成的失业，在失业期间我们总是希望说我们的劳动力能够尽量来使用，而且也来能够给他训练或者是给他有一个取得第二专长，那么以这种立场的话，对于劳动力的训练跟加强他的竞争力，那么在未来一旦经济景气恢复了以后，给他一个新的第二或者这个专长，或者增加他的谋职能力，这个从这三方面考量的话，好，诸位，我关于这个失业率的问题和所谓22K 短期就业的问题啊，实习生的问题，我最后问诸位，有人讲说现在我们经济开始复苏，金融也开始建好，应该是替所有要找工作的人有一个长期的机会，让企业多投资，提供长期的就业机会，还在搞短期就业、实习就业、22K 啊，觉得好像这个 timing 上不应该这样做。诸位简单答复一下。我的看法跟这个您，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我刚刚也说明了，原则是必须要奖励民间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这个调整，来增加就业机会，这才是治本啊。那么质疑就是说，万一这个投资，因为投资跟这个就业市场会有一点时间的落差，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有时候必要这个只要这个必要政府也要考虑了。那么当然这个我刚刚讲的，政府不要做过度的对职业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啊，就是我刚刚所说是好的。好，我再请教主委啊，这个经济发展当然工商团体非常的重要啊，今天呢，六大工商团体非常团结的要发出怒吼，什么事情呢？就是健保费的涨啊，他们非常的不满，要呛虾了啊，他们意思就是说要求啊，体谅他们的负担，从60%要负担的减成50%了，对这个事情啊，我们杨志良主委啊，心直口快，只讲啊，直接的说无理，六大工商团体没有道理，他怎么讲的？主委你听一下，啊，这个杨处长真的是口直心快，他说啊，这个占便宜的时候就不讲话，要你出钱你就讲话。那么有些企业尾牙办得轰轰动动的，这也反对那也反对，那干脆取消健保好了。那这六大团体怎么讲呢？他们就是回呛说啊，政府不应该自己算一算就决定，怎么没跟我们沟通呢？诸位，健保的开始有两个人的贡献很大，一个叫杨志良，一个是我是资深立委记得很清楚，另外一个就是蔡勋雄先生啊，你们两位从开始就规划。你觉得杨署长跟这今天六大工商团体，这些我们的产业六大产体大概几乎全包括了，哪一个有道理啊？
他们希望4月1号卡先不要实施，还有机会吗？会停住吗？主委，从你的专业，从你跟健保的渊源，从你的良心，以及你现在是院长的最大的一个顾问机构，请你回答。谢谢这个李委员的给我说我是最主要的影响，我不敢当了。不过我是的确是参与。那你要问我个人的看法，我可以这样简单的提出三点了。第一个就是真的健保不能倒了。那么根据我们现有的法规啊，的确是健保费的支出调整啊，是的确是被保险人、雇主跟这个政府都要出。那么这个在不同的这个比例、不同的类别，的确雇主本来就有负担了。那么至于这个，比如说第二个，我就是说，雇主你既然在法的授权法的范围内，我们用行政的这个已经授权行政单位，那么今天就是说，对于雇主必须负担的是依法来付给予客户的，并不是额外。那么至于被保险人的部分，政府已经另外他因为支付能力比较差，所以政府另外筹钱来补助哈。那第三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也许他们会埋怨说景气才复苏哈，目前就要增加180几亿哈，那么所以他们也许就会有一些这个认为说现在额外。你是觉得他们讲的对的，同情他们的，还是你是觉得该出的就要出？我是以目前哈。任何你要请任何人都增加负担的话，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难免会有一些抗拒了。那么但是以我们就是说前提条件，这个既然是依法行政，第二个是我们整个社会认为说健保不能倒，那么目前健保的财务的确是必须要调整，所以我认为在目前还是调整，也就是按照现在的方已经拟定方案执行下去，对不对？是我有必要。好，我最后给请教主委一个问题，在林口盖4000户平价国宅，将来会有条件的限制吗？所谓的会有排付条款吗？会有限制转手的年限吗？请教主委。我想在这个内政部要以后要释出这个平价住宅的时候，一定会有资格的限制哈。那么至于就是说怕他们去炒，也许会有，我认为是在从社会正义的立场，应该要有一点这个限制才对。是那个有人觉得，与其去卖，不如所有权掌握在政府手上。就是以租代卖，您主委觉得可不可以考虑这种方案？这个有部分可以考虑，因为这个要考虑到住宅的这个行为的特征。在国内啊，我们一般国民呢，他都一直希望说，只要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希望拥有自有住宅，就是 owner occupied housing。那么这个。那么出租的话，通常只不过在国内尤其我们可以将近超过80%的这个现在住宅存量是由家户所拥有自有住宅。那么所以在住宅市场的这个一般行为啊，是他们是的确是希望拥有自有住宅。那么在很不得已的时候再来做这个出租用承租住宅。那从另外一方面，政府在筹措财务方面要盖住宅来出租那么这个有涉及到第一个要投资很多的资金第二个就是管理，就是所谓住宅的这个公有住宅的这个管理的问题。那么虽然以往我们国内也有这个经验，比如说台北市就已经以前有这个国民出租的国民住宅，那么在这个但是这个量啊，那么一直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成长，那么这个有它的一个缺陷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现在一般
民众最关心的，他还是想要买，不是要租哈、哦。因为我们看这个最近的资料，有53%的人哈、哦，还是第一次进到住宅市场，在20%左右的人呢、啊，是来要本身呢、啊、是要换房屋哈、哦。那么真正台北是比较高了，比其他的地区比较高，是有保值的，大概将近30%。那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在台中啦、啊，或者桃园或其他的地方，真正保值哈、啊，做投资或者是你把它当作短期的投机也好的那种比例啊，都还是维持在25%左右了。那么这样看起来，我们国内要是我是。本人是一直认为说应该促进房地产正常的发展。诸位，我最后一句话跟您讲，请您参考、嗯、你要在捷运的地方能够有住宅，疏散台北市拥挤的人口，使年轻人不要为高房价困扰。我告诉诸位最后一句话，台北县10个县辖市只有汐止还没有捷运，汐止段捷运盖了，马上这些汐止的居民可以进到内文湖线的东湖站，享受整个大台北的捷运系统。诸位，请您回去研究和交办，让民生汐止线的汐止段能够优先处理。环评已经通过了，我跟诸位报告，请您回去注意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是。好，谢谢主席，谢谢诸位，谢谢。谢谢。